我就講一樣嘢係周國賢都唔知嘅，我而家爆料先，就係咧其實咧喺佢，因為第一次咧佢係嚟我 studio 錄音嘅，我哋第一次 testing 咁樣。咁咧話説咧喺呢個錄音嘅之前嘅，我諗兩個禮拜至三個禮拜左右，咁咧我就係中咗 COVID 嘅其實。咁咧，所以嗰陣時咧，我就好擔心啦，死啦，死啦！因為我唔敢同你講，我唔敢影響你嘅心情。咁我嗰陣時就喺度諗，死啦！我一定要快啲好翻，因為好唔得翻咧，我就要同阿 Andy 講話啊，我病咗，咁就嗰個錄音要改期啦。咁樣，咁我就好唔想啦。咁然後就結果我大約一個禮拜左右啦，就好翻曬啦。咁然之後。所以就啊，真係好好彩，謝天謝地，我係喺佢錄音之前咁樣就中咗招。如果唔係咧，喺途中嘅話咧，我哋又要 postpone 啦。因為我知 Andy 係好忙嘅，咁我即係唔想 miss 咗每一個 chance， 因為我都覺得係好寶貴咁樣啦。咁跟住然之後，同埋有一樣搞笑嘅嘢咧，就係唔係係危險嘅嘢。就我記得咧，第二次咧，我哋係去咗 Andy 個錄音室嗰度錄嘅。跟住咧，嗰日就非常之 terrific 啦，好正啦，錄得哇超正啊 ！Andy 嗰啲 vocal checking 嗰啲係我覺得哇好好聽咁樣。突然之間我哋差唔多錄完噶啦，咁佢就仲喺個 vocal booth 入面嘅。然後我見到我哋嘅 producer 啦，阿 AT 啦，佢就呆咗咁樣，即係嗌救命咁。我做咩？我死啦！啲 track 唔見曬啊，咁樣喎，哇唔係啩咁樣？跟住咧，咁啊 Andy 啊喺入邊做咩做咩？咁我哋又唔敢講俾佢聽啦，係啦，冇人同佢講啦，唔好俾佢知啦，梗係咁我哋就保持冷靜啦喺出面。咁跟住就後屘好彩都唔知點樣就揾翻曬啲 tracks， 咁所以係啦，嗰啲好寶貴嘅 vocals 咧都仍然係保留住喺度嘅。咁我就覺得咧 Andy 係一個超級神奇小子嚟嘅。點解咁講呢？我自己就錄咗呢一首歌，由2020年開始製作好啦，即係我哋日本團隊 arrange 好咗，咁我就開始錄音。咁我知道今次係一定要錄好耐嘅，因為佢哋話一定係要揸到好正，因為佢哋對於呢首歌抱有好大期望啦。咁我都 OK 咁一路錄一路掟俾佢，唔啱再開會視像，跟住再錄咁樣。所以我係來回天堂地獄又折返咁樣錄咗兩年，係啦。咁我就。今次 Andy 佢又即係百忙之中抽空啦，佢好忙啦，咁我就知道咧一定要把握住佢可以錄音嘅時間，咁然後錄好咗啦，我又特登揾咗一個日本嘅朋友去幫我哋聽 Andy 嘅 vocals 啦，所有嘢都 OK 曬，我先至 send 俾日本嘅團隊，但係我覺得佢哋應該都係要錄四五次嘅，起碼就算即係已經執得咁好啦，我哋跟住我 send 過去。跟住一分鐘之後，我日本嗰邊嘅 producer Prephonics 就話帶咗部 desk，OK 咁樣喎。跟住我嚇，真係㗎，真係。Honda desk 啊咁樣，跟住佢話邊打嚟㗎？啱啱明明。係啊。我話 Honda desk 啊，跟住 so 帶咗部 desk 咁樣喎。跟住所以我覺得哇，好勁啊，周國賢咁即係錄咗兩次啦。佢咪放棄咗喎，即係唔係啊？我係同佢講話先知啦 ，Lenny 咁樣。我話點解會咁噶？點解我要錄兩年？周國賢錄咗兩次就搞掂咗咁樣。全靠我哋個監製 AD 啊，係因為佢我都第一次同 AD 合作啊。咁一嚟到你哋嘅 studio 嘅時候咧，佢都即係大家嗰、那個。大家都有 producer 嘅，咁嗰個 language 好一嚟就好明嘅，咁同埋佢好清楚已經知道我個 vocal 會係咩特性嘅，佢知道咩位要乜嘢，所以我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監製，全靠有佢先可以省卻咗好多時間。都係多謝 AT 啦。
點解咁中意創作？點解唔寫啊？唔唱下人哋寫嘅歌咧，唔舒服啲咧？點解你中意創作咧？首先點解我咁中意創作係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寫歌先啦。如果我唔做音樂咧，我以前有諗過會唔會係 banker 啊咁樣，即係炒股。但我係我用 Excel 都有啲障礙嘅，係啊。咁所以我都是去翻右腦派系嗰一邊，咁點解我唔識？我其實都好想唱人哋啲歌，但我試過即係譬如我早兩年前，我自己隻專輯裏面有一首歌叫做《前七》嘅，係我嘅 producer 高佬寫啦。咁呢首歌，因為他寫的時候，他的 phrasing 會讀得很準確。其實我們今次的歌都是這樣的問題。所有的 phrasing， 因為我很 free 啊，我人我不即係我可能依一 take 同下一 take， 我不會 lock 死啲 phrasing。我 even 我自己的歌我都好，我成日都唔記得自己的 phrasing。咁變咗我唱人哋歌的時候會很辛苦咯，會哎呀，即係好似我明明很多情緒，但係哎呀依度要落得好準，嗰度落得好準，咁就唉，咁倒不如自己寫咁樣咯。即係容易掌握啲，係咪成隻歌會自己心冇咁多 rules 係自由奔放嘅。我就。即係都係我諗，中意作嘢嗰啲人就係滿腦子都係會有啲靈感飛入去個腦嘅，即係你自己係阻止唔到佢入嚟嘅。咁然後當你有一啲嘢入腦嘅時候，譬如音樂又好，或者你有一啲寫書又好，或者點都好啦，咁你就會覺得咦好正喎嗰樣嘢，咁就要整佢出嚟噶啦。咁我諗嗰個就係好自然嘅一件事，譬如音樂是這樣，然後譬如我最近寫了一本書，裡面有兩個章節，一個叫做Jumping Tower 跳躍塔，還有黑立樹森林，這樣先算了，那是在我發夢的時候見到的，即這些都是靈感，我覺得所以就會這樣。我之前也有一本，我有一本 notes 係擺喺我床邊，係一日有發低啲夢就寫低佢，因為你發完啲夢，通常你過咗五分鐘就會飛了。唔記得係啊，係，但係我本書唔見咗啦。我都曾經有試過咁樣噶，但可能寫咗一兩次就已經唔搞噶啦。因為你明明好攰啊，我有啲夢先寫低佢，但係都係瞓多陣。係啊，係啊，係啊。好啊，咁就咧嗱，《Koi Banana》呢只歌咧就會喺日本。他說遠到日本的朋友都聽到 Andy 現在的心情是怎樣？夢幻，真的正如你們所說很夢幻，因為 我對日本這個國家又不是很陌生，因為我始終在那裡生活過兩年半，但是我從來即我由回了我2002年回到香港之後，其實我都沒有再在那邊長住過，但是一直都有一個感覺是我會回去，或者我有些 connection 在那邊未完的樣。那 我不知道今次是不是一個很好的 kick-up cam， 就是一個是這樣可以，所以我真的很感謝感恩，希望今次是一個 new beginning。好，是我都知道呢，本身你都是認識星星兔的真心。當你知道呢個女仔而家變身成為咗星星兔仔揾你合唱呢首人民歌嘅時候，你第一下係覺得點嘅咧？我覺得好奇怪咧。我覺得佢以前即係呢個真身，佢以前係咪太怕醜咧？點解佢？我不知道，原來佢係一個咁勁嘅人咯。即係譬如佢有好多諗法，佢啲 MV 佢啲歌，佢我 feel 到哇，原來佢其實而家先至係佢開始。咁樣咯，即係好 shiny， 即係以前好似好唱歌不嬲都勁噶嘛，佢真身，但係就會含羞答答啲咯，即係不過可能我都係有少少呢兩三年先至打開咗自己嘅心扉嘅，可能就係上天各安排，就我哋有一個新嘅合作，就係我哋 ready 啦咁樣咯。咁喺未來嘅日子咧，兩位又有啲咩新動向可以同而家睇緊呢條片嘅觀眾分享咧？我哋咧，
咁其實星星兔嘅精神都係挑戰啦，同埋即係鼓勵大家去勇於追尋夢想咁樣啦。咁之前就曾經係拍過一條上太空嘅影片嘅挑戰啦，嗰、那個。咁然後其實而家一路都好想有第二個 challenge 嘅。咁因為星星兔本身係一盞燈嚟噶嘛，個頭套。咁所以我想挑戰咧，挪威而家有一盞9.16米。高的燈的裝置，我想破它紀錄，即是破這個健力士世界紀錄、所以我現在其實是在找一些合作的夥伴可以支持這件事的，如果大家看到這條片又有興趣的，可以不妨找我，大家一起去做這件事，去鼓勵多些人去勇敢挑戰和追尋夢想。中意食粽啊，我就完成了我今年的一個大型的演唱會之後，其實都接二連三有很多次，譬如舞台劇啊、有電影啊都有 keep 住做。咁但我自己的創作，我出年都係會有自己的專輯會發生啦。同一時間都我想reactive 翻我即係。因為我對 band surround 都係長期一個冬眠狀態，咁我諗佢係時候要復出嚟啦。咁所以我哋其實而家都慢慢一路寫緊歌嘅階段，同一時間我都寫緊一啲我想寫劇本啊，係啊，咁所以但學緊點樣寫咯。咁所以就希望未來除咗喺音樂之外，會有多啲唔同嘅方面嘅發展啦，係。咁我補充翻少少，因為頭先聽 Andy 講關於音樂上面嘅未來嘅動向，咁星星兔除咗話想做嗰個打破健力士紀錄嘅大燈咧，其實而家我都同阿 AT 就構思緊下一個 collective 嘅歌，係想做一啲 EDM 啊 dance party 嘅音樂嘅。咁呢一個領域雖然之前都有試過，但係係冇咁。即係冇咁去規劃性地去做咯，咁所以可能會想做幾首一個 collective 嘅咁樣嘅歌曲。好啊。それでは日本の皆さん、私たちの新曲を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恋バナ。真係，而家其實我哋